师兄，你要去哪？幽魂宫，张凌他们可能已经得到最后的圣甲了。你还想成为问道者吗？当然，只要我抢到最后的圣甲，交到大境灵面前，完成任务的就是我。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可惜，这个机会已经不再属于你了。什么意思啊，师兄，看着你成为问道者，看着你和菲菲成亲，一起在无泪之城建一个家，一直是我的希望，我的梦想。但是这一切。一切已不可能再实现了。废话，这是我的梦想，我一定会让梦想实现的。不，当你接受了九尾狐的诱惑，你已经亲手把我们的梦想粉碎了。 不会让你成为问道者，否则我将是三界的罪人。云奇，你疯了吗？是你疯了！你怎么可以臣服于九尾狐？但我不怪你。 没有小玉的迷惑，你绝对不会变成这样的。所以，我们走吧，去一个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地方，天南也好，地北也好，忘记魔界成道大阵，凡人、狼族、仙界跟我们再也没有关系。 我可以天天陪你喝酒，也可以继续修真，逍遥自在。这不是昆仑一直向往的生活吗？一切都不算太迟，一切就在你的一念之间。